好，我是老妹儿，我现在在中朝边境啊，丹东市啊，这里是安东老街，看那个牌子，安东老街。这里为什么叫安东老街，不叫丹东老街呢？1876年啊，清政府啊，在中朝边境啊，设置安东县啊。安东县啊，是清政府啊，到解放后的名字呀、啊。后来改名字呀、啊，叫丹东啊。你看这个安东老街的建筑啊，都是一些仿古建筑，仿的就是上个世纪啊，20-30年代的建筑啊。哎，这边还有银行，丹东银行啊。然后这个进口啊，进去看这个安东老街。现在进来安东老街一楼了。这边全是小吃街，烧烤啊，冷面啊，这卤味儿。这边还有当铺，一楼全是小吃，还有朝鲜菜，冷面馆，肉夹馍，哦，还有蛋糕。看看吧，刚来，里边还有很多地方没去。你看这边还有大碗茶，爆米茶，要不咱吃个冷面吧？行，待会儿吧。这么冷的天，吃朝鲜冷面。有清煎麦子，顺这个小吃街走走，看有没啥的。蛋蛋、韩舍，哦，肉包、虾，这边人还挺多的。冷饮厅啊，这边还有韩国餐厅。打糕，一楼啊，从东头逛到了西头啊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去问我哥看他吃什么。这边有，还有热干面，我看武汉热干面，没有吃过那个武汉热干面，看他喜不喜欢吃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吃什么。串串，那边有那个啥，有馄饨，然后有冷面，有武汉热干面，还有羊汤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再转一会儿吧，还有好多地方没转过来。行啊，行吧，行。来看看这个大碗茶，人这边好像还有表演的，啊，都是在喝茶。那个是个大舞台，这开始表演节目了，啊，那抖台步呢，高秀啊。还不如多要点蛋黄的呢，里边黄黄的。好吃了。